有盖伦吗？有没有兄弟知道永恩要什么装备呀？25号不停机维护公告，云顶之翼吗？建议战士提供法术强度5到10，降低到1到2。春哥分裂巨杀，复活破甲飓风，明白了。火速出击，看看什么变异啊？暗星变异呗。这俩想拿一下，但估计不能给呀。要不宝石扔了？算了，这玩意儿前期打工不厉害。没有有用的东西，我们只能打捞桶或者是加血。捅着吧，操，两卡特呢？准备好应付麻烦了吗？准备好应付麻烦了吗？两卡特，那卡特装备不有了吗？我闻到的是恐惧吗？卡特削了，但是咋办呢？他削了，他削了，我咋办呢？不神装了，我操！我差大剑无敌了。都不用潘朵拉，就直接这暴击拳套给得了，潘什么朵拉？没事，照样玩，又不是不能玩，是吧？那行，那玩吧呢。找条路给我。能玩吗？我感觉不能玩，我觉得就是给人，我觉得我呀，我就是给人打工的，你知道。我就是给人把别人给杀了，然后让人家吃鸡的那一名。一刻完，我觉得很想吃东西。全三星一样吃，行，有个兄弟全三星一样吃，他说那我们就玩一把呗，就到这儿。引线再燃烧，引线再燃烧，引线再燃烧。是时候开始，确实是要无敌了这。
大哥，你不会就这时候还有个刺客，还有个刺客的同行吧？看不看版本更新呢？会不会玩儿？硬玩儿啊？后边搜阿卡丽，这首沙口带铲子感觉还可以。沙口大剑应该也没了，沙米拉带大剑的没了的话，我们拿拿个织女儿，有机器人带魔抗，拿个女神之泪吧。你们觉得是三星卡特，还是直接上把找阿卡丽把卡特卖了？阿卡丽得要蓝 buff 吧？谢谢甜心菜菜瓜。好吧，那阿卡丽吧。那咱就不地了，东西提一波质量直接拉八。现在谁碰我谁倒霉啊。谁也别碰着我，谁碰我谁倒霉，谁碰我我就入谁。卡特不用卖，那就两星玩呗，给把无尽行不行啊？蓝 buff 好像有了。准备好应付麻烦了吗？我想拿个拉克斯，后排还能放个技能，那是卡我钱了。照亮前途，拿一个吧。
有没有机器人儿？我来一个。卡特又卡两块钱，咋办呢？完了，我卡了，我有点卡。要不给他卖了得了，有点那种利滚利的感觉了，回回卡两块。给他卖了吧，反正也不用删。引线在燃烧，没有一个有用的。那选装备吧。装备好就得了，对吧？白宝袋儿，被迷住了，我可以肯定。我从不妥协。阿卡丽蓝 buff 有了，要无尽不？要无尽我就拿把大剑。阿卡丽啥装备啊？发条四块钱，拿发条吧。蓝 buff 出右转。要复活甲还好，那就蓝 buff 无尽加个正义之手就完了呗。挑战者真那么恶心，哎，这挑战现在太恶心了，差两保镖。蓝 buff 给右装，那行，拿个蓝 buff 再给点右装。你看还有个同行，你都没法玩。你就不能要卡特，
你只能上马找阿卡丽。神仙钻谁牛逼？差一个沙口，六次，薅着卡特、刀锋、沙口、艾克六个，上个布隆七个，瞧这装备真多呀！上布隆七个，上日尔八个，行吗？我现在差个耗子，有没有耗子？布隆的大一人会玩游戏不？往前这给，这怎么一比五了啊？靠！我射了，就你叫第一名啊？你给我下来，哪来吧你？我阿卡丽蓝 buff， 我现在有魔抗蓝 buff 龙爪行不？蓝 buff 龙爪配个春哥，我有装备，要不就蓝 buff 无尽配春哥。我有无尽加春哥，蓝霸无尽配春哥吧。我操，飞升！哎呦，拿点一块钱的那。科技枪现在给群体加血，不给单体，单体加不多。刺客要无尽吧，都得要无尽，有无尽厉害，六十暴击伤害呢。没暴击不能杀后排。凑新迪迦，新迪迦不沙扣布隆加阿卡丽吗？正好三个吗？然后上六次吗？有阿卡丽没？直接拿一个。我现在这装备，我感觉我随便拿，我拿啥都行。我给艾克来个鬼叔吧，算了，我拿贵的。杰西一员，我知你哥。是时候开始制造麻烦了。宝石装备重铸了，不用重，我直接撇，我直接扔，我扔完就拆了。
我这百宝袋加大捞桶，我还差个什么？我还差个那个变形的那玩意儿了。这个海克斯是真恶心，这个亮出架势，这个海克斯我操了，这真恶心，这个老恶心了，这个还亮出架势。刺客打不过那勇士，潘多拉，我还差潘多拉魔盒。给我个烟雾弹吧，要不，或者给一个减护甲可以。保镖狙已经是成了，这都不用想了。这我从不妥协。这还想啥呀？我需要一个蒿子，现在掉血属于正常现象。搜不到阿卡丽，七连麦下集，你就揍我吧你。下轮直接升，给我蹦出来个阿卡丽，那没人要的玩意儿了，还搜不着吗？我会保护你。都是老些了，是时候开始制造麻烦了。如果存在限制的话，那我怎么找到他？我操！好，蒙德医生要去绘制了。有呢，我会保护你。薅着漏了，啊？没拿薅着吗？坏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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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坏了！来我这里集合。你看见过我的跳蚤吗？装备老多了，这。缺风来一个吧，
着布隆直接来龙走。他妈一个人打我这老邪吗？啊，这一个二星的，这也没法玩啊，这玩个六啊。你要吹风吹前排啊，那行，那你就吹呗，想吹风还不容易吗？吹前排，你就挨个吹。这没啥好地的了，我就地个阿卡丽，地个布隆，我也没啥好地的。这他妈给谁呀？这不知道给谁呀？这也不行，这臭弟弟一个。要五星迪迦，你看不见吗？新迪迦，金克斯的含义，救了金克斯。我会保护你。二星了总行了吧，我也都没想到这玩意儿能吧唧能收出来个二星的，我是真没想到啊，这回牛逼了吧，该刀锋不要了吧，你非得要五星迪迦，我就五星迪迦，我告诉你没吃鸡，以后你给我闭上你的嘴啊，夺回属于我的一切。最好是要个洛神，其实我现在地已经没什么意义了，地个布隆出来吧。我自有安排。那五星迪迦啊，五星迪迦，我看看什么效果来。要不要夏日女儿啊，让熬夜波比仙虐，给人一顿刮。
帽子没人给呀，帽子给谁呀？给个意见吧。花时间十四。难兜行真垃圾，还五星你家呢，是个狗屁，是一坨屎。